他们除了抢钱，还抢什么了？还有运货的车钥匙，满满的一车吃的。难道他们要在随城待一段时间？你们在这儿等着，我进去看看什么情况。徐队，彭爸，这个彭爸好像在跟踪江燕，可能跟黑龙光也有关系。我会把钱的下落告诉你，但你一定要找到宋子。我就知道，京南一定给你留钱了。 只要还手，直接击毙。 徐队，你还真是阴魂不散啊！你那张脸真的让人很讨厌。你放心，等你进去以后，我就不会再骚扰你了。徐队，我劝你先冷静一点。我他妈很冷静。
把枪放下，放下枪，放下。 往后退，再退。许队，你逼死我不要紧，你算是立了一功。你要是把人质给逼死了，那就是你的不对了。你跑不了，跑不出去了。说实在的，我现在真的很害怕，没办法，虎落平阳嘛。 我这手怕的一直在抖。你说，一会儿要是我看到那么多警察站在这里，我这手吓得一哆嗦，一不小心把这按钮给摁了，回头你们收拾人质的尸体的时候，尸体都拼不全，那可怎么办呢？别说那些没用，谈条件吧。 人质现在身上绑着炸弹，恐怕他们手里有枪，得尽快疏散周围的居民。听清楚了吧？疏散群众，是。提枪跟我进来。注意安全。好。退出去！我再说一遍，都退出去！ 小子，说条件吧。我要一辆加满油的车，10分钟之后停在木垛街。可以，但是我给你撤了，你怎么能保证人质的安全？我来做你人质，你敢吗？ 退出去！小子。 真是让我意外啊！还有更意外的，车准备好了吗？车已经到了木垛街，你所指定的位置。怎么着？你打算什么时候放人？我现在有一个新的要求，就是把车再从海兰路开到滨江路向北的第三个红绿灯路口。彭爸。
你什么意思？一会儿一变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们这么多人，荷枪实弹的站在这里，枪口都快到我鼻子上了。要是那么简单的话，我把人质放了，我还有活路吗？不过你放心，只要我安全地离开了随城，人质，我保证他们的安全。我凭什么能相信你？我没有跟你商量。十分钟之后，车必须到滨江路路口。这里的防空洞是会通到这边。现在所有人全部退出去。亚当，请吧，徐队。徐队，意外吧？这是去哪儿了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鹏鹏，你已经走投无路了，别跑
进去，一个一个上，快点儿。哦，哎，好了。哎呦，大姐，齐冉他们呢？大江江去医院了。嗯，等会儿。你笑什么呀？我笑你们跟我一样傻。江燕就是林兰。我他妈绝不会投降！这个江燕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边？那彭爸为什么要跟踪江燕？陈总，年轻人为了自己的事业努力去打拼，希望以后我们的合作能更加顺利。这件事儿我来解决。放他进去。什么情况？江燕不干净。小心，你听我说，林兰就是江燕，她在你车上。徐队，我这边听不到了。喂，靠边停车。大宇定位我的位置，然后过来找我。下车。枪放下。徐队，停下！徐队，不能睡着啊！徐队！白事的工作我都已经安排好了，你们就先回去吧。徐队要是醒了，我第一时间通知你。
大宇，我不走，徐队什么时候喜欢我什么时候走，我没事儿。好，行，大家课间休息十分钟。医生，怎么样了？还好子弹没有穿透肾脏，手术很成功，现在病人已经脱离危险了。而他现在麻药还没退，等退了之后就行了。辛苦你了。谢谢。你这脚怎么回事？好成这样子？没事，问题不大。我得等我们老大醒。你这个太严重了，我带你去看一下顾客。不不不，我得等我们老大醒了。你就听医生的话吧，先去看病。你这太严重，不看不行。走走走，一菲姐，徐队醒了，你一定要告诉我。请问一下，今天有没有一个叫王大宇的警官送过来了？请问您是谁？哦，我是他的家属，我是听说送到咱们医院了。好，我找一下。哦，有了，今天上午有一个王大宇在8022房间。啊，谢谢啊。转不过劲了，转不过劲了。你没事，你干嘛蒙着被子？干嘛？我以为你死了呢。我刚才困了，哎呀，我刚才困了，然后我想眯一会儿，但是外边阳光太刺眼了，我这脚又不方便，扭到了，走不了，所以我就蒙着了。你脚？嗯。你脚怎么了？没事，一点小伤而已。嗯。小伤？你下次不许这样了，知道吗？我打你电话好几天，你都不接，我联系不到，我看新闻才知道你消息的。你知道我们春日不让带着。那你可以提前告诉我，你发个消息通知我，我又不会打扰你。你让我像个傻子一样，你知道吗？我还要跟别人一样，我从电视上才看到你受伤了，你来医院了。好了，我这不是怕你担心吗？啊，我担心，我乐意，你管得着我吗？好，辛苦我了你。放心吧，我下次一定告诉你啊，而且。徐队一直保护着我的。哎，对，说到徐队，他应该快醒了，我们去看他。你现在脚这样，你怎么去看他呀？
刚提的法拉利。你现在还记得你法拉利？好，我扶你过去。好。啊。你下次要是再吓我，我饶不了你。慢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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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点。没事了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都没事。你没事？我没事，你慢点。谢谢。啊，谢谢。没事啊。没事，没事。我这个手虽然是手动的，但是我现在已经很娴熟的能把它玩得很转了。我要给你倒个车。哎。啊，给你倒出去啊！我跟你说啊，许队啊，他应该是快醒了，而且我觉得他这个人啊，肯定没什么事儿。啊，行，我知道了。武生怎么样？刚做完手术，需要留院观察几天。说吧，鸣人。你是让我们一个一个问呢，还是自己聊？不用那么麻烦了，我知道的，我全告诉你。我确实是受荆南，也就是黑龙王的雇佣，来随城杀人的。但是荆南不讲信用，人我给他杀了，他没有按照约定支付我仇。而且，我觉得他把我找来随城，可能就是个圈套。圈套？不，我现在肯定，我肯定这就是个圈套。我虽然不清楚黑龙王是什么规模的组织，但这些天接触下来，他们的势力绝对小不了。这样的组织杀个人，完全不需要找我。我呢，就是个冤大头。就是为了吸引你们警方的注意力。我不知道他们这么做背后的原因是什么，但我说的，你们不妨去查一查。说完了，黑龙王死了。对外叫黑龙王的，未必就真的是黑龙王。蔷薇，谎言正在摇摇欲坠。
蔷薇，谎言正在摇摇欲坠，谁能在故事结尾？灰色屋顶上沾满了雾，加倍而又残存的温度，忽明忽暗的光线飘忽。